伊嘎拉酒，晚安。大家晚上好，今天也是忙碌的一天吗？平时上班经常坐在电脑前，所以不怎么运动。休息的日子，我喜欢练瑜伽。瑜伽很注重呼吸，在练习瑜伽的时候，我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，感觉很放松。因为是热瑜伽，练完之后不仅大汗淋漓，还缓解了肩膀的酸痛和运动不足。除此之外，瑜伽的好处真的太多了，比如它可以使自己平心静气，改善不良情绪，增强身体抵抗力，改善体型，达到减肥的效果等等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希望你也可以去练瑜伽。今天就说到这里吧，晚安。